小羊点心铺开饭喽！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。今天是星期四，我们今天要吃的是喜乐牛奶。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，让我们一同来享用这段关于喜乐的经文吧。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有没有什么愿望是很想要但还没有实现的呢？老师的女儿很喜欢旺旺队，她一直期待等到她六岁生日的时候能得到旺旺队总部的玩具。她总是很开心地想着她得到的那一天，也从来不放弃提醒我们到时候要送她这个礼物。同时她也会放在祷告里跟天父爸爸说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也有愿望，老师鼓励你开开心心的去思想，耐心的等待，然后持续的跟天父爸爸祷告。不需要因为还没有实现就沮丧或生气哦，因为上帝是什么都愿意给你的天父爸爸。让我们在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你都记住了吗？让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文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请让我们都可以有忍耐还有喜乐，让我们结出圣灵的各种果子，把所有的盼望都放在祷告里，完全的信靠你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